这些孩子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以前向往的童年，我会让它变得更美好。潜力是巨大的，只要你相信你自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坚信自己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吧。不坐近一点嘛，坐近一点嘛，坐近一点，没关系，没关系。为什么来啊？坐近一点，没事。哎呀，直线距离太有压力了。没关系，来啊。我等他们进来。我们一会儿要面试边院长。面试边院长，我们有点心虚呢。我们现在都很狂，一会儿院长进来，哎呦，就怂了，就这样的。嗯，好的。马上缩起来。哇，院长进来。院长。来了，你们的气焰呢？大家请坐，各位实习老师好，欢迎大家正式成为超能幼稚园的实习老师。那这个考试的结果呢，就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档案袋里面。哦，直接给我们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成绩。满分15分，我们只对了5分。其中一表我才得5分呢。大家可能会关心啊，接下来我在超能幼稚园里要做什么呢？有2个是班主任的岗位，这个班主任将全程的陪伴我们的孩子。有2位生活老师，分别负责本班10个孩子一切跟生活有关的事物。还有一位是自然老师，所有跟户外相关的事宜都由自然老师负责。接下来你们等着妈妈给你们打电话。电话来了。您好，哎，你好，我是核桃的爸，大伯，大伯老师在吗？哎，在呢，在呢。哎，电话呢？我心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啊。好了，那就这样吧，老师们再见。不是您干啥？您好，拜拜。优秀，我听说你很优秀，那下一位吧。为我们打 call。我每次听到这个嘟的声音，我觉得我都已经不抱希望了。你好，哎，你好，我想找一下费启明老师。哎，好。哎，你好，你好，我是费启明。我特别想表现好我自己，我特别想让你知道我能够完美的照顾好你的孩子。找一下于浩明老师。于老师在吗？于浩明，于老师，跟他聊一下吗？你们好。有请我们的实习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欢迎各位，你们可以叫我木木老师。给你。好，谢谢。哎，核桃。棉花也是花嘛？你开心就好。棉花也是花。下面我要宣布，我们10位新生正式的进入了我们的超能幼稚园。哦。接下来，爸爸妈妈要和我们的小朋友们分开。不，赶紧。一开始拉起来，他们就会关注你。是，没错。来，开始。你看这些
大哥哥。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大提琴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孩子们所特别特别喜欢的这种方式，他们也欣赏不了那个高雅的音乐，所以一开始会感觉到真的是对牛弹琴的这种感觉。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小叮当。俞灏明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说，哎，就当前些叮当响的音乐响起来，他跟他们一块去唱歌了，所以孩子们的注意力有一度是吸引到这里面来。小朋友，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来坐下来，坐下来。哎呀，我们一起玩游戏吧。就棒棒糖对吧？要给谁？给他啊！谢谢畅畅。因为韩沐伯拉了那大提琴，我觉得非常好听。我一听到那音乐就想跳舞。来来来，核桃核桃过来，你是投给默默老师了吗？啊，那好。啊，谢谢。我也要跟着你。你想为什么呀？还像志荣一样好，他旁边。像巨龙一样厉害，我感觉他呢帅气，因为我觉得他很活泼。默默老师有四块，默默为我们打 call 哦。于浩明老师在呢。没想到孩子会给我很多的这个认可，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原来带孩子这么开心，这么的爽，对，很有成就感。到时候编长，你要把票投给谁啊？投给姐姐，给我。谢谢。我特别。那我要问一下任嘉伦老师，你打算选的职位是？我的想法当班主任。你们两位是同样的票数，韩沐伯老师和俞灏明老师。我觉得灏明哥其实更适合班主任。刚刚看到灏明哥，就是其实我刚入场的时候是蛮懵的，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灏明哥是很踊跃的去跟孩子沟通，是帮我们化解一定程度的尴尬。我觉得是灏明哥更能胜任班主任。我先坐是吧？俞老师做班主任，那我就先坐吧。好，那我们的韩沐伯老师就可以优先去写着除了班主任之外的任何的岗位。选自然老师吧。自然老师好。我想和他们所有人都玩得很好。今天我们的入园 party 就到这里结束。耶！那接下来的，请我们的自然老师留下来打扫现场。我们回宿舍。畅畅，畅畅，我们回宿舍了。